爱妃与李倩蓉一同出席走秀活动。袁爱妃昨日上搞笑节目，上演走秀扑街的戏码，被讽靠爆乳薄版面，而当天却穿着白色小洋装 ，C 奶却包得紧紧。那是一个桥段，因为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就是讲笑话带给大家欢笑的地方，所以其实昨天像怡佩啊，然后那个薰爱他们都有分别的那个玩跌倒然后不要露出安全裤的游戏。那我个人是因为我是臀部落体，所以我很顺利的就可能跌得比较漂亮，然后没有露出安全裤。他们好像有不行跑出来吗？因为我的那昨天那件洋装比较紧一点，然后因为跌倒会有那个地心引力，所以就不小心可能有扯到一下，对，但是应该没有走烂吧。人气辣妈李倩蓉当天秀出性感美背，展现辣妈的好身材，服装上的薄纱设计却让她非常担心走光问题，生怕被模糊焦点。这背后几乎是镂空的设计，所以防护措施要做好。然后我刚刚发现很多摄影大哥在注意，是不是有一点透光？我刚刚他们有注意，就觉得好像大家注意的那个焦点有点不太一样，现在有点紧张。不会很漂亮。